泛黄的老照片穿越数十年的时光走廊，传承下来的古早味串起的是每个成长的记忆。看到客人吃到的时候那种眼睛一亮，你就是他心里在想说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味道，你就有很大的满足感、成就感。用味觉的故事来说一种坚持，一种理念，坚持手工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的初衷。请锁定中天新闻，记录台湾老味道的故事。